如何快速提升我们的反应能力？准备一个小球，把它戴在头上，每天练习十分钟，它能快速提升你的专注力、反应能力和拳法水平，随时随地都能练习，快来试试吧。教你如何一招制敌，拿起阻力绳全力出击，每天300拳，一个月后没人敢靠近你，必要时一招制敌，记住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学会这六招近身无敌，冲拳、左右通拳、起肘、上步顶肘、转身肘、前扫腿。学会这几招没人敢招惹你，起势、冲拳、左右通拳、起肘、上步顶肘、转身肘、前踢腿。学会这七招近身无敌，起势、上步冲拳、上挑肘、转身反肘、侧踹腿、前扫腿、后边腿、蝎子摆尾、收势。学会这两步你也能一招制敌。第一步，抬起双手练习送肘，动作要自然放松，每天300遍。第二步，练习上步送肘，注意重心平稳，每天300遍，坚持一周你就可以这样。教你如何一招制敌，对准墙把全力出击，每天15分钟，坚持一个月，没人敢欺负你，关键时刻一招制敌。